开心向民众挥手，露出甜美笑容。韩冰时尚 look 到哪都能成为焦点，还半工半读当过模特，耍酷知性可爱，几乎任何造型都能驾驭，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韩冰，现在也被爆料是交了男朋友了吗？韩冰回台放暑假，虽然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公开露面，但日前也被拍到与一名神秘男子一同现身在台北一间酒店，之后还开车载韩冰到北车，两人还在美食街喝咖啡，韩冰甚至被目击勾着男子的手，两人在高铁入口处还离情依依，过程韩国瑜也都在旁边。难道这段恋情是已经获得韩国瑜认证了吗？那是亲戚，不用联想太多，目前韩冰还是待字闺中，好吧。韩国瑜澄清男子的身份是亲戚，还强调韩冰是待字闺中，还没有婚嫁之约。现在神秘男子的身份也曝光，他其实是韩国瑜大哥的儿子，也是韩冰的堂哥，住在木栅，但常接送韩国瑜一家人，双方的感情非常的好，没想到却被误认为是恋人关系。现在误会解除，想必也让一票韩冰粉丝松了一口气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